政府通过经济与人民强化配套，宣布加码500令吉的微型企业特别援助金 4.0， 即日开放到31号，让不曾获得有关援助金的微型企业申请资金援助。财政部长南都司里东姑扎鲁表明，除了不曾申请的微型企业，早前申请不成功或不获批准的业者也可以重新的申请，但是需要符合多个条件，包括上个月30号之前已经向公司委员会、地方政府或内陆税收局注册。业者可以透过官网了解详情。这笔总值10亿令吉的援助金将在今年9月和11月个别发放500令吉给新申请获批或获得援助的微型企业。